在刚下线的新幻礼包魔女之夜，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在宣传例会中，两人的造型与黑夜和星辰无关，但策划最终还是给出了答案。长夜和星辰来自于魔女的婚礼誓词，其中长夜的文案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愿意与对方为伴，直至长夜将近，黎明到来，星辰最后则直至花朵衰败，星辰消逝，简直不要太浪漫了。显然誓词中心里教导病患，病患则是保护心理学家，这一点在三视图中凸显得更加明显。心理学家的皮肤造型比例会更丰富，哥特风格搭配庄园的破败设计，提升了皮肤的气质。心理学家穿着一身黑色婚纱，虽然是短裙造型，但策划为其加入了一款拖尾纱裙，搭配头纱更符合花嫁主题。病患穿着是一件燕尾服，而且背后还有一条纱质披风装饰。例会中病患坐在沙发上，所以这些设计都没有呈现出来。另外星辰的衣袖也加入了流苏设计，像是一对小翅膀。星辰的特效围绕在皮肤周围，星光闪耀，长夜身上会不断飘落玫瑰花瓣，星辰效果则集中在上半身，病患的星辰特效则更加明显。除了身体周围的星光之外，手持物的肩头上也闪耀无比。总的来说，新幻的情侣精皮寓意很好，使用了婚礼誓词的文案，将情侣变成了夫妻，永夜和星辰的相伴也成为了庄园海枯石烂的佳话，可以说成为了情侣之间必备的皮肤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脱单了吗？